你这个可以先写这个，也可以先写大笔的这一笔，哦，可是它这里有点破损，哦，我们给它改成这样，鼻贴鼻贴，啊，不要长，向提一下向左，哦，好，你要转弯稍微提一下向左。这个你要记住，最后一笔要跟它平。好，这个木的这个合字边，哦，你可能得要下长一点，因为最后那个三撇相当的占空间。中间，哦，三点，这个函好像最早我们就有写过，哦，有。这个不要写的上下太高，哦，尽量给那些带一点扁的效果好一点，你也比较好安排空间。那这个你注意一下，这个不会跟它齐哦，要比它上来一点点，嗯，这个快要跟它齐，但 不太会齐。这个宽窄差不多宽窄，所以你发现我这边的线条都在它的空隙上，那可能是有意的安排。好，稍微提高一下，最后这一笔，哦，你可以对中，啊，也可以稍微靠右一点点。